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相信今天台湾的股市，全市场都在观望2330台积电的法说会。其实各位，不是只有台湾人，连巴菲特都一样在关注2330，我们的护国神山。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们在今天的盘市里面，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动向，叫做盲点测试。各位，我昨天在电视上跟各位强调盲点测试，我讲了这么久，你有要相信吗？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人不以为然，甚至于不认为盲点测试到底有什么稀奇的。但是各位，最近我发现一道很严重的一个问题，最近很多很多的投资人真的他在股票的过程当中，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，他真的打电话到公司来，一直要询问什么叫盲点测试。各位，你看，你注意看，我现在拿出来的是四月份，我每一次每一天只要出现盲点测试，各位，美国的股市道琼工业指数，我一定把它列印下来给你看。各位，这一跌是从去年4月12号开始，各位你看这么多，一直到今天为止，盲点测试。我跟你说过，我做的东西，各位所有的资料我都一定有留下来，为的就是各位有迹可循。你注意看看四月份到现在，各位你看4月6号开始，各位盲点测试对不对？是盲点测试。4月7号也是一样盲点测试，各位你看有没有盲点测试？4月13号也是一样，各位盲点测试，你看盲点测试。4月14号一样盲点测试，各位一直到最近，你看4月18号盲点测试，4月19号盲点测试，各位甚至于到今天的凌晨，美国股市依然盲点测试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代表全市场，各位，美国股市真的没有方向。不要讲说美国股市没有方向，各位你在最近看台湾股市就好，一些股票在早盘的时候开盘是开高，你稍微一不注意，你出去忙了一下，各位开始接近中午开始杀盘，杀完盘之后你觉得哦这股票死掉了，各位快到收盘的时候他又给你怎么样，又拉红了，叫盲点测试。那更夸张的是，很多的股票开盘直接开低，各位开始反弹收红，到了尾盘又杀下来又杀低。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过什么叫盲点测试，三大法人没有方向，主力大户也没有方向，反正能够玩当冲尽量玩当冲，能够玩隔日冲就是隔日冲，现在台湾的股市就是这样。各位，而且你会发现到很多中小型的股票，如果是那个涨停板的股票，各位你一定是买不到的，纵使给你买到你也是赚不到的，因为所有的筹码都在主力的手上。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做股票真的其实都不要多，因为很多的股票里面的筹码你要去了解，要去清楚。各位你看四星 KY， 我昨天在电视上我不是直接用直播了给你看吗？我不是直播给你看吗？我说我早上出到1300到1330附近，出掉之后，各位我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刚好在昨天10点多嘛，对不对？10点到10点半是不是打回到1270跟到1280，我不是跟你讲又再买回，各位今天又拉到1330，各位又是50块到60块的价差。各位做股票真的不要多，你去来回做价差就好。各位另外还有一档股票，我之前跟你所讲的6533的金星科，各位你记不记得这档股票也是我们一直来回去做价差，曾经创造出2000多块的价差。各位之前前一次我们出掉的价位是在570几块，各位现在的股票已经拉回到，各位你看哦，你看哦，现在570几块，当初我们出的时候到现在为止，各位你看这只股票杀到今天的最低477块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，那个价差已经差了一个100块。很多人会说，老师啊，
报章、媒体、杂志在讲这些 IC 设计的股票，甚至 AI 人工智慧，都有讲到世新很棒，都有讲到晶芯科很棒。那为什么有些股票它会续涨，有些股票它不会涨，甚至会拉回做修正？各位，这叫筹码战。各位，你相信吗？晶芯科这档股票是因为联发科的族群有没有？联发科无缘无故被调降平等，被怎么样？外资砍，外资砍了它的调降它的一个价位有没有？就因为这样，晶芯科往下杀。那各位，讲难听一点，当初570几块出掉的，那不就是很棒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杀到这个地方470几块，各位，我现在跟你讲一个重点，你要注意听啊。这档股票我们准备又要做回来了，就像当初的四星 KY， 我跟你们讲的一样，当初在六七百块的时候，对，很多人不相信，我跟你们讲说那目标1200块一定会到，各位来了没有？不但来了，而且还 拉到最高1370几块，对不对？各位到了没有？到了。同样的，晶芯科也是一样，各位，只是你不了解后面。你如果都了解后面，现在拉回你就敢买，但是因为你不了解。为什么我一直跟你们说过来回去做价差？晶芯科当初为什么我们可以创造出2000多块的价差？那为什么四星 KY 我们也可以创造出将近17505块的价差？各位，为什么？就是筹码战。现在台湾的股市，它除了筹码战之外，没有所谓的基本面，也没有所谓的技术面，更没有所谓的产业面，没有，完全是三大法人、主力大户，还有报章、媒体、杂志在玩弄台湾的股市，听得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要特别注意，来回做价差，要灵活的操作。各位，重点在这里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我前上个礼拜跟你讲，军工概念股不要随便的追高。我为什么当初跟你讲军工概念股不要随便追高？哥，你看，你看这几档股票，你看千富精密今天跌10.5块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拉回做整理？你看5222，各位，前讯也是拉回做整理，跌了5.5块。可以看2645也是一样，各位，长荣航太也是拉回。那你看5009，这些都是军工概念股，对不对？你看5009，各位，龙钢也是往下杀。再来你看2634也是一样，汉翔对不对？也是一样往下杀。1584，各位，你看这些股票，金刚也是往下杀。6753，各位注意看，你看龙德造船也是往下杀。我当初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我说军工概念股它不能随便的乱接，不能随便的乱追股票，原因在这里。那一天我们还买在117到115到118之间，有没有？那因为我们现在做短线的当冲，还拉到124、125，哎，那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当天冲，只能隔日冲。但是我们做了一个短线这样而已。但是很多的股票它不行这样做。你像现在目前来讲，类股轮动它非常的迅速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台积电说，不管你记不记得我在之前跟你说过，台积电不管说今天的法说是利多利空，当然就是利空出尽，利空就是出尽。所以你看今天台积电。可今天台积电它是红的，但是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下午，它只要有提到未来还是看好，或者它有交代在国外的设厂的进度，它要怎么样去做，台积电其实基本上来讲已经大概利空出尽了。因为它已经从早上，从之前的我们540几块出掉，有没有？可一路你看洗盘洗到这里，那如果一路洗盘洗到这个地方，他利用法说会来释出很多的利空都已经消化完毕之后，各位，那台股就有可能怎么样开始往上动。所以各位，你听得懂吗？你看台股已经连续3天往下杀了，对不对？都在静待着怎么样台积电的法说会。同样的，我跟你讲，各位，你看昨天，这是我昨天的电视节目，对不对？昨天电视节目里面4月19号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我有一直告诉大家盲点测试，你有要相信吗？有没有？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我也一直告诉大家盲点测试，你有要相信吗？我为什么最近一直在强调盲点测试？刚刚我不是拿给你看了吗？四月份从4月6号一直到今天，纵使到今天4月20号，哥，你看还是盲点测试，有没有？还是盲点测试。所以各位，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盲点测试它不会停止，因为目前来讲，经过了升息，很多的升息造成了这个因果关系。所以各位，不管台股或者美股都一样，目前就是没有方向，只是看你的运气好不好而已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过，股票不要多，你要掌握到一些股票的筹码来回去做价差。各位听得懂意思吗？
所以各位，4月19号，我说我有一直告诉大家盲点测试，你有要相信吗？那各位，你看4月18号，我不是买回四星吗？赚了60块。那昨天我们是早上出掉之后，在盘中10点到10点半跟你讲，对不对？1330出掉之后，是不是打回到1270到1280？你看，各位，你看四星 KY， 注意哦，我昨天早上是出到1330哦，出掉之后，各位是不是就打下来？打到最低，我在10点到10点半录影的时间，各位打到最低是1270，你们昨天都有看到及时的那个我在录影现场，对不对？那各位你看到今天又一样拉到1330，你看今天又拉到最高1330，所以各位股票真的不要多，你懂得来龙去脉，来回去做价差，每天赚个几十块，每天赚个几十块，各位那个积沙成塔，吓死人了。所以各位你看那个四星 KY。目前我们是17505块的价差，所以各位，在昨天4月19号，如果你买回来，就算你4月20号还有机会买回，有没有？你还有机会买回。但是各位，你看，今天盘中的时候就拉到哪里？拉到哪里？拉到1330，又是50块，又是50块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买10张，你又是10张50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的累积是17505块。跟股票要多吗？不要多。那你会说，老师，那这档股票如果拉回呢？拉回一样是买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我为什么要一直跟各位讲，而且把那个侧标一直打在这个电视节目上，跟你们讲一个观念。而且我最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你看我当初跟你所讲的，我说我4月6号开始四星 KY 1180到1190买回，各位我不是都给你看了吗？对不对？买回之后，各位，我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？4月6号再买回四星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到了4月10号，我赚了190块。我不是跟你讲我出掉四星了吗？出掉之后是不是赚了190块？那190块之后，我们还放空，你看，还去放空，放空之后，各位往下杀，往下杀到哪里？杀到1320，又赚了60块。我电视上我都跟你讲过了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你往下杀之后，你又反买，你看，4月13号你又买回。又买回1290，结果4月14号你马上又出到1370，又赚了80块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出掉之后有没有打下来？有啊，又打到哪里？又打到4月18号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又打到1270块，我又不是又买回吗？结果各位，昨天不是又出了吗？不是赚了50，又赚了60块吗？啊，出掉之后，各位，我在盘中10点到10点半的时候，各位是不是又打回到1270？这是我昨天在电视节目上直接画下来给你看的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你看到今天又来到1330，好不好玩？非常好玩。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盲点测试的原因在这里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同样的，很多股票都一样，像我之前送给你们的，你看3月31号送给你们的利基，各位你注意看4968，当初也是一样。我当初送给你的时候，3月31号送给你，4月6号你买到上车，对不对？4月6号，假设你买到，是不是涨了这一段？啊，涨了这一段之后，各位是不是涨到169？我是不是跟你讲赚了36块？那各位赚了36块之后，是不是打回？打回是不是157到160？我不是要跟你讲又买吗？各位，你看又飙到188，是不是赚了30块？那各位，你看现在又打回来了，你看现在是不是又打回来？今天又跌了10块钱，各位看到了没有？所以我说跟你说过，股票它本来就是盲点测试，很正常。各位，你再看励志，你看注意这档股票，各位你看6719，各位你记不记得这档股票当初我送给你的时候也是飙2只，有没有？各位，4月14号送给你的时候，隔天马上4月17号飙涨停，结果各位再飙一根，那各位是不是冲了2根？两根上来之后，各位你看，我昨天告诉会员接近350那地方可以买一下，结果你纵使在昨天你买到350附近，那各位今天还有最高367做短线，你看如果你不出，到了尾盘又杀下来，你看尾盘又杀回到345到346，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盲点测试？那跟我讲难听一点，如果今天你出掉了，今天拉回来你又敢买，搞不好明天它又上去了，各位这叫做盲点测试啊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真的做股票它真的没有很难，只是难在你的心里面，以及你要懂得它的来龙去脉。我刚刚不是跟你提到一档股票吗？6533，各位注意听好，全国的观众你要注意听哦，这档股票属于 AI 人工智慧的股票哦，跟四星
那个3661是异曲同工之妙。四星 KY 之所以会这么的强势，是因为有特定的怎么样主力，特定的一些法人在进入。那这档股票，各位当初你记不记得？你在570几块的时候，我当初不是跟你说过短线先出一趟吗？各位你记不记得？那时候574，甚至隔一天579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讲先出一趟吗？那各位，这只股票，各位之所以会打回来到这个地方，今天的低点477，价差已经差了100块。那各位，这只股票之所以会打，各位原因在哪里？原因更好笑，就是因为联发科被外资有没有大大的重砍目标价，各位砍到620块，就一个原因，然后相关个股各位就往下杀，没有原因跟理由哦，都没有原因跟理由。所以我一直在电视上跟各位讲，我说啊，做股票你要懂得这个，各位，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，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利得，就是金钱游戏，听得懂意思吗？一定有人为炒作，各位，你如果说台股没有人为炒作，你会相信吗？打死你，你都不会相信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台股就是人为炒作，而且很多的股票业绩很差的照样飙了，只要有人做。业绩很好的股票，只要没有人做，不会动就是不会动。各位，你看军工概念股，全部都是赔钱的。要不是俄乌之战，有没有把一些炮弹都打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在美国很多的军火商，25家军火商直接要来到台湾来谈洽谈呢。那现在拉回整理了呢，拉回整理，你看我不跟你讲，不要随便乱追，对不对？拉回整理，各位，他要来的之前，搞不好又会再涨一波。你看，重点就在这里，就来回做价差嘛。那各位跟基本面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你订单都没有拿到，你这个操作各位都没有吃到，它就涨给你看了，那不是吗？股票它就是买一个梦，知道吗？就是梦想，跟基本面产业面无关，听得懂意思吗？真的是这样。那你看6533这个基辛科，市场一直给它，各位，我明天把那个爆炸媒体杂志我找出来给你看，他有连续好几天登了一个大的利多，而且说基辛科他的目标还有最高的调升到将近快644，我讲的最他的一个前坡的高点，对不对？目标还有人调到750块，但是很奇怪，为什么570几块我短线要先出一趟？各位你看有没有原因在这里？但是这档股票买到之后，你要不要怕？我为什么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一支？各位你要特别注意了，真的。如果你真的懂得筹码，你会了解像这个支股票3661的四星 KY， 各位你看他们当初打到600-700块的时候，我也跟你讲过了，我说你要特别注意，后面都没有出来哦。我说1200一定会到，很多人笑我神经病，各位，现在是我轮我笑你神经病，不是你笑我神经病。各位，这档股票你看一路飙到最高1385，对不对？你要懂得筹码战，你也要懂得来龙去脉，所以各位，这是一个人为炒作的市场，你要仔细观察筹码。如果你了解筹码，各位，你是未来的超级大赢家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真的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我带进的股票我一定负责带出的，不要担心。而且我没有带出的股票，很多的原因我自然会跟你讲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真的很多的股票要趁着拉回的时候好好的寻找一个利基点。像我昨天不是也跟你提到一档股票吗？各位，在嘉登，其实各位当初我们接近在高点的时候不是也出了吗？有没有高点不是也出掉了吗？现在你看也拉回了，有没有？今天收了一个下影线，也有机会。各位，如果明天甚至今天下午的台积电有公布了利多或者利空出尽，那各位嘉登这档股票搞不好明天就直接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我跟你说过，股票真的，台湾的股市哪有什么基本面技术面啊，不要笑死人了，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市场。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利得，就是人为炒作而已，你要注意筹码，你才能够成为超级的大赢家。就像我一直跟你说过，四星 KY 来回做价差，来回做价差，原因就是在这里，听得懂吗？好不好？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有时候在盘中4.5小时，我没有办法帮到你，毕竟你也不是我们的会员，所以要怎么进要怎么出我也没办法跟你讲。但是各位，做股票的重点在于真心真意，
所以我跟你强调过，我带进的股票我一定负责带出，我们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很多的股票，各位，机会又来了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。各位听得懂吗？很多的机会拉回是让你买，拉回是让你特别注意。各位，股票飙上去的时候你又不敢买，拉回你又不敢买，那你进入股市干嘛？就不要进入股市啦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吧，心有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全国的投资人，现在台股已经拉回三天了，台股现在已经拉回三天做整理了。各位你记住我讲的话，台股在今年的下半年不但会挑战16000，而且各位16183那个压力的关卡一定会到。所以各位不要担心，全市场都在引领期盼台积电的法说，台积电法说结束之后，不管如何类股轮动开始风云再起。所以我跟你讲机会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如果你真的要在股市里面创造应有的超级大利润，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各位休息之后我们再回来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刚刚我提到巴菲特，很多人在问说，老师巴菲特做股票是很厉害吗？各位他真的很厉害啊，因为他钱真的很多呢。很多人拿钱给他去做，但是他们就做中长期的持有。但是中长期的持有，你看台积电2330台积电有没有？各位过年前他不是买了吗？买了之后因为短期之间又卖出了 86%， 有没有？把 86% 台积电卖掉，人家问他说啊，你投资台积电，台积电是一个很好的公司耶，那也很赚钱啊，为什么你要把台积电卖掉 86%？ 他说因为地缘关系。所以各位你听得懂这句话吗？地缘关系，也就是说今天你在台湾做股票，如果你的资金够大，你掌握到趋势，各位这个趋势是多头的，那你摆着你就会赚钱。产业如果说真的是未来的趋势也是可以赚钱。但是如果在台湾做股票，你看三大法人都没有方向的情况之下，主力大户都没有方向的情况之下，你怎么可能摆着？除非瞎猫碰到死耗子你可以这样子做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盲点测试，原因在这里。各位我对不对？我当然对啊。你不盲点测试，你看很多的股票涨上去之后你不出又打回来了，你看又打回原形，
甚至打得比那个进场点还要低。但是各位，你拿回去做价差，光看四星 KY， 我这几天从四月六号验证到今天给你看，你看那个创造价差差了多少？第一次赚了85块，第二次赚了80块，第三次赚了190块，放空又赚60块，结果又昨天又赚了50到60，今天再赚50块。哥，你看我比你还清楚，因为每一次都是我在做嘛，很简单嘛，每一次我都跟你讲嘛。所以各位真的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。如果你真的想在股市里面真的能够攻城略地、大获全胜，跟着立豪，因为我带进的股票我一定负责带出，不要紧张，好吗？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，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